从宇宙大爆炸到科技大爆炸，21世纪的生活早已超出人类过去所能想象。美国太空总署的科技应用包山包海，小至交友软体，大至全球经济网和医学界，都与太空研究有关。你能想象没有 NASA 的帮助，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吗？少了美国太空总署的世界，9月20、27晚上10点，达文西频道。